非常期待，很兴奋，很激动，很开心，心里除了开心，然后还有就是想把它做好。神秘洗脑魔性，洗脑很有意义，值得听。我有一句特别喜欢的歌词，就是我的那句歌词，我只会用一个转身会引周遭议论纷纷。我现在脑海里面只记得我的那句，消除脑里混乱的神，想擦掉一粒灰尘。我比较喜欢虞书欣那句，我只会用一个转身回应周遭议论纷纷。录音前会先开嗓写词，可能在词上面的话稍微努力了一些下。我吃了保护嗓子的糖，就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舞台，能有更多的歌。我希望明天可以开那种万人演唱会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继续关注我们，支持我们的团综，还有我们也在准备好的舞台呈现给你们。无奈的成团一百天，以后的日子也和我们在一起吧。代扣们，我们成团一百天啦！别问，问就是等待成团一百天。我们成团一百天啦，每一天都充满惊喜，充满你们。成团一百天，感谢 Nike 们的陪伴，爱你们！成团一百天，今后我们还会有很多个一百天，和等待的一百天，和 Nike 们的一百天，我们成团一百天啦！等待成团一百天，快乐！